记得有这个事情，伊进已经有油电船啊咧。哦，油电船啊。唔是油电车咧，油电船。哦。我了九月份我去美国，我了看。啊，伊伊变安怎？油电船咧。哦，好啊。迄种足贵个。对啊。哎。Toyota 嘛是迄什么气电什么迄种公司。气电公司咧。哎，油电是一样款嘛。哎呀，对啊。那个是啥？伊是进。啊，唔管汽车、油电，啊，拢要加咧啊！进拢拢，而且大家拢想尽办法。诶，我顶个去美国拄着迄个吼，因迄是算一个研究小组咧，迄拢总在生太空船咧。对啊，吼，头头拢做。啊，你甲看哦，阿草阿草阿草吼，看咧，迄大家拢搞笑了，搞笑啊！迄头头拢做诶，我也做。在想讲太阳来做。迄个、迄个哪边啊无？哪边嘿？哪边啊？今日在查无？迄是馆长啊，我走去台北市在查。哪边啊？今日在个查啊？伊本地讲加油呐，来屯屯的租，爱要甲租啊，爱要来采迄帮啊，要来做发电啊。靠呀！今啊问题哦，啥呐？迄个养殖场啊，迄本啊拢甲背落啊哦，伊即摆讲，无算啊，要去填迄落啊，啊。契约停摆，哎，本来契约停摆对。好，那是晋江的新闻。咱记得去看的啊。对。啊，遐个渔民，遐个在抗议啊。农民就对啦，讲，啊，你像我拉拉的，我真拢啥拢无啊，我靠，我都搁在去乌困啊，搁迄个。哦。迄个设计。哎，煞无去条件。改变迄个啊，改变政策啦。什么两改？经济部因。盖先经济部，能源局啦，能源局，经济部，经济部的能源局咧管的，这种是一间经济部的能源局。伊变成讲啊啦，比如讲啊，伊算算啊，一个人，伊讲伊头先算算，我听着对啊，对，安尼计数，我讲袂下。就是你讲，讲本来十二三块，怎啊剩七八九块？崩一半。安就好尔啊。啊！迄一个，那个庙，遐讲到好听，我这听这。对啊，这就是安尼，有人做侪人咧做这种，做这种电的设计人在咧抗议啊。在啊，另外讲啦，安尼我公司手尾顶来设的什么事啊？对啊。啊，设备啊，政府补助啊。对啊。所以就是要电搬啊，出来电话当。发电啊，卖电的公司啊，减碳啊，帮助减碳啊。对。啊，要用庙林的，庙林的都以外咧都。有人去庙林的也多咧，嘿啊，嘿啊。我们平衡的，找无所在啊。有人，足侪人去庙嘛，来约太阳。对啊。啊，我咧唔是输了不会。哦。那输了不会，就差不多不好啊。好咧。哎，太阳唔是平衡去，平衡去啦。哦。屏東遐出現問題，經濟部能源局因咧到底是安怎？嘿，那伊家己的算法哦，不是讲以后伊是完成刚开始算啊，啊有诶是伫个啥，伫个本来起开始起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开始算啊。哦，拍契约个时间。拍契约时间，伊就改安尼嘛。伊嘿，伊即摆开始算，就是讲开始在伫甲用的时阵吼，就开始算啊。但是也未生产的啊，就是讲算较俗啦，算。算较俗啦，啊，即马可能迄内底诶间隔的过程吼，大家讲无好是安怎？咱面前，短相也是安怎？对啊，即个人即马咧，即个在抗议啊，是啊，即个抗议啊。啊，因为迄种做迄设计的人嘛，太阳能板上，我即公司安尼共设计啊，共装迄种嘛。即个问题是伫经济部能源局，还是咧设计师？我
印象是迄啦，伊咧工期吼，改无用迄、那个，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两个人只规定迄个时间啦、啊，一定会较乱的。嘿，这阿袂，对了，开始在迄度呢，起码开始呢。你看这啦，雨已经铺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记者在堆吼。对。真的就愈老大声啊！老，你本身是这方面的专长，这个新闻你才会用，而且是跟你的专业有关系。这样讲，讲啊，上面在，啊，国政府在赔的，国家赔偿啊。啊，伊个牵涉真大呢。即马即个，我讲你听啦，即马即个动人投资啊，这可能就是你会变成民怨。对，啊！民怨，啊！伊讲讲的，就是变民怨了，对。无信用，啊！信用啊！啊！他都我哋讲的，啊！所以我他都就是咧讲政府的经营问题，要照顾政策，要爱稳定。啊！政府爱负责，就是安尼啊！进前大家起来招，我们对起做啥物会员，啥物会员，啊！要交五十万。哦，迄唔当啊！啊，我讲啊，什么人要负责？讲我负责，我你凭啥？哈哈哈！伊讲我，伊讲负责，我你负责，你什么你凭啥？我讲你着江泽民，我着江泽民负责呢。江泽民你负责，我就负责啊。当然，伊来报告的时候，伊会把伊公司大家啊，听偌久啊？半年较紧，也着倒啊，对，要吃红怪啊，五十万。这拢爱去看啦，我啊要一张翕相的啦。翕相啊，就一个公司，我咧讲翕相啊，啊就招人家招会员啊，啊招人要招我啦，啊我讲啊你股东是迄落财产部落部啦，讲无啦，啊无你组织中庭有无啦，啊无啦，我讲你唔使，唔使，你要倒我倒啦，我唔信，两日啦，两个月倒呀，要倒二十万，什么人？真的？小舅妈？嗯，小舅。我另外看两面名，好啊，比如人讲的。对啊，你搁要招做股东？啊，你股东，你组织，你有股东名就啊，有组织章程无？啊，你有公司登记无？算上俗的学费啦。啊。算上俗的学费。哈哈哈。啊，讲这个，我也要笑伊。我不要讲啦，看，那我比较巧嘞。啊，有料到嘛吼？有啊，有料到。我今日在家。无教乖就唔知啊！啊，迄我就甲你讲，迄就上俗的学费啊！对啊，嗯，啊，迄阵只开比较大条。对啦，对啦。你无啥哩大，哎，哈哈。对伊来报告的时候，会甲迄大陆的大纲拢讲出来，迄拢甲查，容易查的。我在车时阵甲用，但是。